3月15号，安以轩在网上晒照分享怀孕喜讯，小叮当夫妇结婚登记2岁了，庆祝一下来个升级版，变身爸爸妈妈，从此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个你，期待。照片里两顶学着妈妈爸爸的帽子，中间摆着一双小鞋子，可以看出怀孕了的安以轩很期待小宝宝的到来。安以轩与老公陈荣炼2014年交往，2017年6月在夏威夷举办婚礼，2019年3月分享怀孕喜讯，也是感情路上一路都在持续升温呀。芒果的新闻，恭喜安以轩呀，报道。